港的知名演员呢袁奎，不仅是呢这成龙的师兄弟，还身兼了武术指导跟监制。没有想到就在昨天传出他已经过世的噩耗，而且已经离世了两年。袁奎是在疫情期间离世的，家人很低调，不想对外公布，所以呢没有正式的对外宣布。现在会曝光是因为成龙在微博贴出了大合照，发文要大家一起缅怀，消息也被证实，震惊了香港影坛。74岁袁奎呢，早年跟成龙、洪金宝一起拜师，号称七小福，最早是担任武打演员，拍过了几十部的电影，后来呢是接武术指导，提拔了武打巨星杨紫琼跟李连杰，还两度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动作指导。后来应李连杰邀请，为了好莱坞电影设计动作场面，后期都是在国外发展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